刚卡 bug， 直接往我屏幕上刷了个脸。有没有让你惊吓一下？我操，吓得我颤了一下。地上啊，什么哪里有骨头可以捡吗？我操，这是哪里？地下吗？地下吗？怎么说嘛，是最里头的一个屋。一楼吗？哎，我是傻逼，快，就是，哎，就在我这儿，对。你在哪里呀？我反正有个人跟我就对了。就这个屋，就是一楼，咱们进门往左手一拐，最里边那个屋。一楼左手进门，最往左边拐。对，就是那个，好像是个主人的房间。哦，这边吗？哦，有，就这边。哇，这边怎么一堆人挤在这边啊？开 party 哦！啊靠呀，这什么东西？全部丢一丢啦。我先去拿那个收音机。Go.对，你们顺便看一下那个鬼叫啥。这个鬼叫做理查德·强森 ，Richard Johnson， 理查德·强森，理查·强森啊。强森是吧？对 ，Johnson， 强森、乔森应该都可以了。是，确定不是杰森？确定。WWE， 这不会把灯掐了啥的？巨石强森都出来就对了。我怕一会儿就成傻逼了。我操，刺骨寒纹，那哈气就能看出来。刺骨寒纹是好。对，三级。EF 啊不，5级。EF 五级。好，还有什么？都召唤他。那个圣木你们拿没？圣木。圣木有，圣木在里面很多。干我操了！理查德·强森。那个圣木过了。圣木过了哈，盐巴有没有人傻了？理查德·强森，让我看你那性感的小屁股。理查德·强森，你是哪？超好笑的。对，我超好笑。拍照了吧！他妈拿着个斧头，我操，跟他妈斧头帮一样，我操！有看到了，这巨石强森拿斧头啊！啊，不对呀、啊，巨石强森不是？哎，你有看那个《速度与激情》特别行动吗？有啊！巨石强森不是都有冷兵器？哎呀 ！Go， 继续叫他。那个笔记本还有摄像头都摆了，我们在那个车上看一下。啊，对哈，还有盐巴。嗯。这人挺帅的，说实话。还给我露他
的小助理，全部都给你啦。哎，这样我去叫鬼，我带个头饰，那个嘛，我带个头饰，你们看我就行了。要发现不对，赶紧把我叫回来啊！好。能看见我的视角不？目前，我来看。好，求你了，理查德·强森。哎，理查德·强森，我爱你 ，I love you。我操！说啥呢？耶，哇，门外吓死我了，真的。你就是说哈，你爱他，他才会吓你啦。快笑死！强森，你妈瞎鼓捣啥呢？哔！哎我，素质！理查德·强森，那个笔记有写了吗？笔记没有吗？那拿一下那个紫外线看一下有没有指纹，我们就过了。拿紫外线，看一下那个柜子有没有。然后现在已经5分钟已经到了，可能会准备开始猎杀哦。窗户上没有，柜子没有，那看一下床。把小电看一下那个兰博基尼的画。对，兄弟，你后头那幅画找一下。没有。理查德·强森，理查德·杰森 ，Nice to meet。去看一眼那个，电闸那有没有他指纹？他关那个电闸。哎，他咋说了个 hello？ 理查德·强森。让我们看看你呗，有脚印，脚印过了，脚印有了。嘿，理查德·强森，哎，写字，他写了个 run out， 就是让我们跑出来的意思。有刺骨寒温吗？笔记有了，有刺骨寒温吗？他如果按祖安语言的意思，就是给爷滚出来。有通灵盒吗？没有灵球。哎，他不是写着 run out， 他说 come run， 就是让咱们不要跑。因为你刚刚说你很爱他。他把门关了。走，兄弟，跟我冲进去。对，刺鬼，没错，刺鬼。他这还关门。OK， 刺鬼，没错，刺鬼就是刺鬼。那个大火，上车，过了哈。嗯。那个笔记没拿，我拿不下了。不用拿，他会自己回到身上。啊，那就走。好，开车，我来。没有停啊，没有
鬼。有哈，刺鬼，有刺鬼，有刺鬼，就是刺鬼，就是刺鬼，就是刺鬼。各位观众，究竟是什么鬼呢？刺鬼，哇，全中哈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